为了教导毛小孩的主人更懂得照顾这一群小宝贝，新北市动保处在永和国父纪念馆举办了宠物生命教育课程。你给我们两个小时，我们给你生命价值。我想新北市政府基于对宠物的一个生命教育以及动物保护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有举办巡回的教育认证课程，那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参加。那参加的人我们也会送给你一些像饲料啦，像洗毛巾的这样的纪念品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要认识您家的毛宝贝，好好照顾他们，新北市动保处也会在新北市各区来举办宠物生命教育课程，教导事主认识这一群毛小孩，做好沟通和相处的工作，这样子才能够好好的照顾这一群可爱的毛宝贝，也能够避免弃养街头的事情再发生。